今天的话呢是2024年的2月24号礼拜六，这个元宵节没了，然后小姑丈回来一起吃晚餐，还有小姑姑哦，我擦，还有这个大姑丈跟大姑姑，这个是今天我们的晚餐，元宵晚餐。不是啊，我妈，我跟你阿哥胃不好。有那个、欸、没有香肠啊？不啊，没关系，没有香肠吃豆腐啊，肉肉不错。肉肉，这里都准备好椅子了，奶奶。什么排长？什么排长？哦。嗯。奶奶擦嘴巴。好，棒哦，落地。啊，正好啊、哦，跟丈公一起吃。看你要不要脱下？不要。姐姐要不要脱外套？我怕你太热。不要，好吧。那我们来开动了。